脸怎么这么烫啊？是不是啊？你想歪了呢？我觉得第一招当然是第一次给老师买礼物，第一次跟老师一起吃饭，第一次。你比较期待哪一种的第一次呢？你的眼睛一直在看哪里啊？我的浴袍有这么好看吗？一直盯着我的浴袍看。小小，是不是觉得很刺激呢？第一次来到自己的老师的家里，然后老师洗完澡穿着浴袍，香香的。你知不知道，结了婚的女人跟那些初出茅庐的小姑娘不一样的？不是不一样，是完全不一样。你跟那些女孩子谈恋爱呢，她们能够给你带来的可能只是一些比较表面的、纯纯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呢，像老师这样的已婚女人呢，能够给你带来的，都不单单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了。想不想要探索一下老师的这片森林呢？我老公今天一时半会儿还是回不了家的。虽然说预计回家的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0点钟。怎么了？害怕了？别怕。虽然说是10点，但是现在也才7点钟嘛，还有3个小时呢。3个小时。对于你跟我来说，完全足够了。况且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还是个处男吧。难道说错了？看你这副样子，脸红红的，眼睛都不敢看着我，不是处男，还有什么？把头抬起来，让我看看你。把头抬起来，让我看看。长得可真好看啊！你喜欢老师吗？老师
也很欣赏你哦。你能不能像玩游戏的时候一样的跟我聊天呢？你私下里撩妹妹可是很厉害的，怎么跟我面对面啊？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不会是搞错人了吧？小耳朵，沈老师好好的抱抱你，好好的珍惜跟你在一起的三个小时。你在啊？跟老师接吻之前，真的没有跟其他女孩子亲近过吗？真的吗？那可怎么办啊？那老师啊，是不是要对你负责啊？我能不能拍拍屁股走人啊？知道啊，不舍得。我怎么舍得让你一个人呢？只要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一直保持这种关系啊。我是不介意。突然感觉自己好渣呀！你会不会讨厌这样的我啊？如果你讨厌我的话，我可是很在意的。但是啊，别人怎么想，我一点都不在意呢。没有跟我聊的时候，有没有想我？有多想我？长期长期想我。那有没有偷偷的去回想，跟老师在咖啡厅里面接吻的那种感觉呢？我知道，可能活得太直接了。那让我坐在你的腿上。老师好像有点感冒了。你害不害怕